丝状的静脉曲张和网状的静脉曲张。近几年医学文献统计，硬化剂注射治疗和表皮雷射相比，治疗的效果比较好，费用也比较低。目前的药物不太会有严重的副作用，如果有的话，大多局限在表皮。复发率来说，静脉逆流的根源有接受完整的治疗的话，其实大部分的病人都不太会复发。